拜，六甲天师观三载，修真学道悟真理，成就破关了尘埃。风云起，乃是孙膑断将士。回想往事如烟，不堪回首。当年朱仙廷已经帮关一败，到河南益州云雾山拜万古流芳，大胜归国主，功成退休。领有三冠天师六甲灵武，出师为国，无一个兄弟万贯用地加害，天理昭彰，各言文明。最后万贯赢走马林渡，出国分尸，我顺便退出江湖，温兵办事，来到这个天台山修真练道。不管风云变幻，奇怪，今日心血来潮，不知要帅，遍地混响，烟波也叫声，互相飞在光阵之身上，一剑下，天数注定啊，尽是我，乃是天上金牛降生，六国界归世界，天命难违。秦始皇发动战争，六国风云变色，地球有相生有相克，人类有战争啊，天地大劫数，互相残酷，为我孙膑不忠不孝，无情无义，唔如山报仇，我来下山，灭天献位，天地循环。一道理顺天即生，逆天即祸，并有不祥，顺理顺应办法。千里迢迢三人来到天台山，这个请我顺便入山，挥我夺剑，打出天台国的动画，化云雾抗住天台国的酒杯，并有不祥，请你原谅我。